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出门在外必须更加小心。有了这个来自新加坡的产品和拥有着日本科技的关注名雾状消毒喷雾 Nano223， 喷一次可以帮助消毒长达180天，喷出来的雾真的很细，而且喷一次可以遮盖很大的范围。每次出门前都会拿着 Nano223 喷一次衣服和包包，可以起到一个保护层自动消毒的功效。 Nano223 成分天然安全而且快干，里面的成分titanium dioxide 是被 FDA 认证的食品级成分，它还可以透过光照射来分解病毒与细菌。因为它的安全性，所以可以喷在宝宝的玩具，宝宝误食也不怕，还可以起到180天的保护作用哦。 Nano223 的喷雾最好是在20-30cm 的距离喷哦，它还是一个 certified 显示可以消毒 99.9998% 的病毒哦。